黄叔，哎呦，黄叔，哎，黄叔，仍年醒了，夜来睡得可好？恕罪恕罪，你看我醉成什么样子？仍年不必说话，且先吃了这杯茶，刚刚斟下的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黄叔。酒席已备好，请先生入席吧。什么？还要喝酒？百年佳酿，恭候嘉宾。哎呀，刘皇叔啊，你看你已经连续陪了我三天了，叫张松怎生贵多去呀、啊？永年这话就见外了。你主公是吾皇兄，你是当今国师，刘备能与君共醉，实乃大位平生啊。哎呀，区区在下手无缚鸡之力，胸无除贼之策，谈何国事啊？斩官夺爱，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，那是关羽张飞他们的事儿。先生能于笑谈之间便骂得曹操狗血喷头，烟灼破灭，不是国事之甚。哦，哎呀，这皇叔过奖了，过奖了。请先生更衣，我在外恭候。哎，好，皇叔请。主公，内府有要事禀报。什么事啊？永年不是外人，但说无妨。夫人请主公过去一趟。他不知道我在招待国师吗？去告诉夫人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以后再说。遵命。来。尊夫人是孙权之妹，青春年少，又远离故土。皇叔在这里已经陪了在下三天了，皇叔还是快快回府吧。永年啊，妻子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何况是永年这样的国师，更应该肝胆相照。妻子什么时候不能见，而永年千里而来，我一年能见上几回啊？来，不用理他，咱们接着喝。哎，啊，请。看来永年兄很喜欢饮这杏花春啊，待先生归蜀时带上三车，两车留给我皇兄刘璋，一车留给先生。哎，多谢皇叔。主公，主公，怎么了？夫人，夫人有些发火了，请主公回去一趟呢。夫人发火，我就不能发火吗？下去。再敢扰我待客，军法从事。遵命。都是因为我，还是请皇叔快快回府吧。主公啊，我看你还是过去吧，夫人脾气大，还是不要得罪的好。啊，好在张大人是朋友，也不会见笑的。唉，人在屋檐下，安能不低头？荆州说到底还是向东吴借来，夫人就是仗着这个才敢向主公发火呀。怎么了？发脾气我就会害怕吗？就算得罪了孙权又能怎么样？就算得罪了整个江东，我也不能失去永年这位朋友。来，干。请。
汉之毛贼都持强凌弱，侵占大汉城池。皇叔是汉室宗亲，仁义之名闻于天下，岂只能寄人篱下？张松心有不平啊。有何心有不平的？我刘备何德何能啊？能有荆州这样一个栖身之地，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岂敢多望？嘿，皇叔之言差矣。以你的雄才大略，别说是占据州郡，便是取许昌而居朝廷，亦非分外。永年，你醉了。我刘备世代为汉臣，永不敢叛汉。到了今天，还有人念念不忘自己是汉臣，真是难得。在我看来，荆州东有孙权，常怀虎踞之心，北有曹操，早有鲸吞之意。区区荆州，非久恋之地啊。是啊，这个我知道，但天下之大，舍荆州而我刘备安身立命之地啊。皇叔恕我直言，益州有险色百处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，粮饷足备，川中智能之士无不久慕皇叔之德。皇叔若能起荆襄之军，长驱西至，以蜀中为基本，数年之内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兴矣。永年啊，我当你是国士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等悖逆之话呀？别忘了，你主刘季玉也是汉族皇亲，是我同宗皇兄，我怎能骨肉相识，侵夺他的属地呢？刘季玉虽居益州牧，却非贤君明主，他秉性暗弱，不能任贤用能，更有汉中张鲁，他十次侵犯西川，我来之际他已经大军压境，竟把川蜀两县的土地税赋强行收缴。那刘季玉对此竟然诺诺不置一词，整日间只知对着美女作画，这等君主能保有西川吗？他配保有西川吗？时下川中人心离散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皇叔不娶，难道要拱手让与张鲁，或者坐视他落于曹操之手吗？几位，请随我来。